快去拿。哇哦！哇！快快快，朱可儿！怎么啦？怎么了？圣斗士来了！哇！理发师！哇！理发师。房准备的生日派对。送礼物，请来美容师、美甲师、美发师、护理师，已买过单了，有八个使用券，给你一支吧！有八张，必须给我，必须给我用一张，美发的给我，美发的给我，就是下来啊！太强，我来念给你们。希蕊的礼物，雨果同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刚刚房间里们又为你准备了生日派对，美丽又大方又完美的希蕊，当然也要送你一个礼物。我们请来了美容师、美甲师、美发师以及护理师，希蕊已经买过单了，共八张使用券。你可以任意支配使用权，任何房客只要拿到了使用券即可享受服务。你这么简单弄的，使用一次，赶紧去享受吧。就是有美容师、美甲师来了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全身的 SPA。你别笑，跟你没啥直接的关系。这直接给我了。哎呦，有好多美发券，给我一张吧。护理我不要。护理我不要，给我一张美发的。没有接假的。有，我看一下。护理就贾杰杰吗？护理是假我。美甲是你的。你要吗？美甲吗？这个可以。我只要一张美发。韩系的，为什么？我要美甲。我不要美甲，因为不能。我美甲吧。美发的。美容券。美容。美容弄脸的，我不弄脸，我只要头发。护理券。